大家好，我是基层国中的李英教派员，然后我们现在到这里，这里是金门后生态文化馆，然后我们现在要进去看里面有什么东西。各位来看一下，这个是眼眶鱼，它也是它俗名叫皮刀。然后这个是，原来这就是鱼啦，自己看就知道了。好，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呢，后的爱情故事。后呢，他是五亿年前到现在的活化石，然后他是又俗称为夫妻鱼，然后是母的在下，公的在上。然后他就开始刷智力，很好，他非常的可爱，好，然后他吃的时候没有什么好吃的，然后过来看一下这里，这里是他的正面，然后绿色的是熊后，然后。紫色的是，粉红色的是狮后，然后这是它的屁股，然后这是它的里面，它里面的样子是长这样子的。好，然后我们再过来看一下这里，这是中国后。然后他的年龄就是一岁、两岁、三岁、四岁、五岁、六岁、七岁、八岁、九岁、十岁、十一岁、十二岁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五他就成体成吃，对。然后他的变化都很大，尤其是十二跟十三他的变化，他的体型。然后到了十五岁呢，他的脸就比一般人的脸还要大。然后接下来再过来看，这个是红色泥螺鱼，它是石雕科，然后它俗名叫泥螺鱼、福寿鱼，就是这一只长得特别奇怪的。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叫金钱鱼。它的俗名叫做黑心银什么？哦，跳过了，好，OK， 然后往下走。这些鱼呢都非常的可爱，然后来看到这边，刚刚讲过一岁、两岁、三岁到十五岁它的过程，然后这是它的卵，后的卵。刚生出来，它的卵，然后这个是一岁的后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然后这里是二零后，就是两岁的后，有点变大，然后再下来是三零后，就是三岁的后，它已经开始慢慢的变大了。OK， 如果想来。水产试验所的话，就是水试所的话，可以来参观后，还有所有的鱼，然后还有很多的生态，就是水产，然后有兴趣可以来，谢谢大家 ，See you guys， 还不错，好，非常好，快五分钟哎，对啊，超长了，我怕我的空间不见了，你空间爆了，差几秒。